真的红了呢，各说几种啊？这红了啊！嗯，是啦，好。真的嘛红了？来，红哥这边评论。他说没底线。那会有最后个点，哦，那么，搁后里搁这个车子上门比较火嘞，我看人家门比比今年，他说哎，我吃火没米了嘛，喂，没米吃了，嘿嘿。